是 Stephanie。看到我一个人开头就没有好事情了的，知道我今天来干嘛呢？我今天就是要提早来拍一个万圣节的单元。我的计划呢，就是我会用上次无脸男的那个黑色套装，可是我不戴无脸男的面具，我自己去买了一个。然后呢，中强现在还在睡觉，因为他熬夜，所以现在他累了，然后他就睡觉。所以呢，我就打算等下我就会偷的潜入进房间，然后睡在他隔壁，看他被吓到的一个反应，就跟坏室友很爽。因为这个视频播出去的时候，应该是会在24号，然后万圣节是在31号，所以先在这里祝你们万圣节快乐。那我们去准备一下无脸男的那个套装跟这一个面具。OK， 现在把无脸男的套装拿来了，我们先穿上。棒，放到这样明显，这么跟我预想之中不一样。你玩一次两次就算了啦，第三次没有用啊，你知道吗？ OK OK， 我们不玩了。 OK，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哈。让他出去外面晒衣服，所以我们再来吓他一次。棒，等一下从门口进来，然后我就在门口旁边，快点快点。这样的话我就要联络粉底先，因为粉底没有这么容易被骗，所以我们一起把干好他，一起下游民。好哦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去了，快点快点走啊。玩累啊玩累啊，孩子下玩下很多次啊，我一整天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又要晒衣服啊，现在他还要下玩，然后现在我又要加车去要秘密好爽点，真的是。讲完了没有？我们现在就过去那边啦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 Mini House， 然后我们已经跟粉底讲我们的全部计划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绕去后面进到他们的厕所，然后再开门进去吓他。因为吴先生现在在睡觉，我们开门偷偷的就站在他面前，然后叫醒他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吧。到厕所了，然后快去下游民，然后影片结束。
你是真的被吓嘞？咦？怎么懂了？我第一眼张开哦，我看到相机，我才看到你。转开一眼，我看到相机了。他看到你没有吃饱？我没有看到他，我看到相机先。啊？看到相机？怎么是看到我先呢？反应很快哎。不懂，我一转头看到相机先。他是要录有声音哦。你应该直接跟风一针拔一下，然后就起来。就是一直动不到他，我觉得我很远哦。所以我一直要这个答案没有反应啊。耶，我成功吓到鬼，一直跳。然后祝你是万圣节快乐。Happy Halloween。哎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看到什么？啊？不要吵他，给他继续在这里睡觉。继续讲。睡觉吧，孩子，有什么话想讲吗？对呀，你有被吓到吗？其实没有。耶，这不好玩哦。我觉得我吓到鬼。真的吗？你没吓到？有。你很神奇耶。是哦，我看你戴耳机，然后我要去外边，结果没吓到。我用自己的边擦头发这样子。要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妈咪，看那个看着你，你那个脸，哦，我包了。姐姐这边抱着你。对。非常好。100。我不要。给点钱，给点钱，这个吧，没有了。今天呢，接下来祝福你。长得这样漂亮，连做完让我们吓人了都。耶，那个连做很。你戴一下，你戴一下。哦，戴口。耶，戴口 K。OK 啊，是你。没有穿衣的妖怪。下一次。他看到了。起来，万圣节快乐！哦，是哦，万圣节哦。对，好了好了，万圣节快乐！快乐快乐快乐！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被我 prank 到的人，你们开心吗？不开心。有你啦，有明啦，好汪啦，然后反正我就是很开心啦，因为我 prank 人家嘛，又不是我被 prank。人家明明很累哦，他也很喜欢去恶搞人家，去吓人家。我很好哎，我帮他精神了，阿旺直接讲他精神了，极好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还在做工吗？我跟永明是睡觉的嘛。没有人叫你们这样早睡觉 ，OK？ 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，要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还有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还有别忘了 follow 我们的 IG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对对对。还有万圣节快乐！万圣节快乐！耶！起来！拜。